邀请在地幼稚园小朋友表演日本太鼓，为花海活动揭开序幕。花海面积约有25公顷，活动主场地约8.3公顷，规划有缤纷花海区，利用抽水机彩绘成温馨小屋与许愿箱，稻杆做成的稻草卷，让游客探索田野乐趣。刚才当天啊，就是休耕期间啊，农田就休作，所以个种着这个坡石起，变成一片很美丽的花海。镜头来到和美花海，花海位置就在国道3号和和美交流道下的县东路6段旁，主打虎年主题，荡秋千还有老虎抱枕，和美镇长甚至穿上老虎装为活动代言。虎年当然是一个非常勇猛的，也是非常的有力的，所以说再结合我们的力与美，然后制造着这个效果，让我们能够迎接崭新的一年。两场花海活动都选在这周六同一天拼场，而秀水花海今年则是暂停举办，不过农田还是有爱心造型花海供民众观赏。提醒民众赏花的同时，还是要做好各项防疫措施，才能玩得尽兴。新唐亚太电视叶习宏，台湾彰化采访报道。